山长，重现江湖，武林至尊，万看今朝。又会出飞镖，飞箭身轻如烟若仙，将故事串联，观点更新鲜，练功又有成，你增添气焰，名利幸福会自然兑现。有经世，有多体验，学几招便可处世头脑练剑，旧的桥。常发现你活在前人后面，点解自己瞓醒擘大眼仲未发达嘅？即系一扑街仔嚟。在这里等我走不了那阵你才入来屙的。今天是不是礼拜日啊？不是啊，早日日都礼拜日。喂，叫了你不要买个前七的了，现在搞到逼巴士啊。不买。一句被人偷八次 high five 啊，偷七次碌拎啊，日日放工兜三个钟头搵位啊，仲要入标入到十二点，公司楼下停车场收30蚊个钟啊，你养得起啊？唉，我养唔起，我成身湿晒啊！我湿晒，车嚟，快！死啦！喂喂！要走快啲噶啦！喂，司机啊，仲有人未上车啊？喂，喂，司机啊，未攞司机安坐。哇，六合金啊，我份中，老谭咪中咗正，你死嘅肥佬，咁冇咁得心。早晨，早晨，早晨，早晨。对不住，多谢晒你喎！哦，多谢，哦，多谢，多谢，真系伟大啦！多谢，多谢你啦！哦，多谢，好，系，多谢你啊！我哋啱啱开会嗰阵，一致都同意通过，你系最适宜翻大陆同我哋接洽嗰个1881生发水嘅广告代理权嘅。嗰度系山卡拉嚟嘅，其实嗰度唔算系好偏僻啫。嗱，你坐火车去西安，搭7个钟头巴士。再转驴仔行半日，然之后自己爬过山头已经到噶啦。我做英语粤剧个造型照啊，点啊？哇，成个状元咁啊，好有型啊！有型就捧场。下个礼拜我喺大会堂为母校筹款，预你10张500蚊飞。预你10张500蚊飞啊！即系5000蚊啦！点解今日唔客气先？点啊，迟哥？九哥唔系嘛？追数追到呢度？喐佢！咪要守住啊！我最怕见到血噶，等我走咗先啦。喂，九哥啊，九哥！哎呀！梗系争人啲外围数又唔还啦，睇佢俾人打镬金噶。你又系咁难睇啊！又俾人打，你痛唔痛啊？啊，梗系痛啦！废话，我帮唔到你啊，对唔住啊！帮你帮我人打埋一份，仲亏过我。喂，使唔使睇医生啊？哇！我谂到一条道理，谂到咩啊？做人一定要发达。废话，咩废话？我今次入大陆，决定揾啲私帮生意做。哇！呢只唔系路嚟啊，掟死人咩？忍下啦！我仲要同啲仔嘢坐埋一齐，
有蛋都带埋出嚟啦。唉，害死我，咁多嘢。嗯，赶快落车啊！到未啦喂？条路咁似同三藏取经咁嘅路嘅？似啦似。又冇冲凉啊？又痛喎！咁冻嘅，我都着好多嘢噶啦。哎呀，我顶唔顺啊！我都抄得出嚟着噶啦。哎呀，哇我们首长都做这个房间啦，有什么事找我啦吓？急咗半个钟头都唔知佢噏乜嘢，有冇搞错？喂，佢一真系噏咩啫？佢话呢间就总统套房喎。黐线嘅，总统踎交靓过呢度啦。喂，做啲私房生意先。哇，走私啊，唔得过犯法噶喎。即系话知佢犯法唔犯法啦，通知佢哋先。啲黐线嘅，冇电话乜都冇，点通知佢哋啊？诶，佢哋借呢个一级通讯设备俾我。嗯，有会咁先进嘅？绝对保密。嗱，呢张系交易地图。哦。喂，得唔得噶？梗系得。喂，大佬啊，夜妈妈嚟呢啲咁嘅地方，好危险噶喎。有嘢危险得过穷？同志，同志们，你们在哪里啊？在这里啊！哎，啊，还在国宾哦。哎，你就是池先生？是啊，是啊，破了。你给整我？这是汉朝的马，这全是中国的国宝啊！哇，有几次真的喎。是喎。我们所卖的全都是真货呀，没有假的。什么？我即使有些假的，我带回香港去阿姐香港人家。这里没有假的，只有真的。如果这些是真的，不就是国宝你？不要挤啊，被人拉到啊，枪毙的。你不说我不说，谁个知道啊？我们知道。人啊，人啊，开枪啊！哇，大王。走了，池先生，你们先走，我拼命掩护你们。那不好意思啊，那我先走，你们拼命掩护我。啊！快下去抓那两个有枪的！快下来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有枪！站住！五五的！别跑！谁谁五五呀？条蛇咬我，喂，条蛇咬我啊！啊！啊！哎！哎呀！冇事啦，我同你啜晒啲毒出嚟。阿慈，你真系伟大，同我啜晒啲毒出嚟，唔该晒啊！其实我都唔系咁伟大，我咁做系想你投桃报李啫。投桃报李？你又被蛇咬到啊？是啊。咬到哪里啊？这里啊。这里。唔该。到了今天田地，你不如作孽死了他啊。蛤？你叫我死了他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没搞错。我餐厅吃饭比份大的你。吃饭都心肥足啊，火都比埋你。去厕所让你先。你被蛇咬亲，我同你住毒。啊，现在你不同我住。今天的事情。你都叫我做啊！你算有义气咩？咁我而家点啊？吓你打死！
死我啊！唔系，镇定！你有冇睇过史泰龙救自己啊？咁你趴低啊！会唔会死噶？我点知啊？趴低啊！哇！啊啊啊！啊阿前唔好走啊！我唔识路噶，佢黐线噶佢。阿、阿前，喂喂，阿埋我阿前，你就咁走啊？我怕噶阿前。哇！大佬啊，你跌落嚟都出巨声啊！我跌落去成口水啦，点出声啊？我快啲谂办法出翻去啦！诶，嗰边有啲嘢喎！小心啊，唔好乱咁行啊！巨金赠与有缘人，哇！真系发达啦，我系有缘人啦。咁先，睇下你人几贪心啊！喐动啲机关啊！你望下写住噶，贪心的人有祸了啊！如果连洞口都闩埋啦，快啲揾出口啦！出嚟咁大个金，客人都贪啦，周围揾啦。诶，嗰边有光喎、唯一生路涉水而过。第二石室又要落翻呢堆水啊！行啊！好正啊！哇！啊，真系几重啊！勾住啊！咩啊？咩啊？有嘢勾住？嚟啫嘛，大惊小怪。啊！咩啊？咩啊？咩啊？哎呀！哎呀！点啊点啊点啊！哎呀，你个啰柚都几旺噶噃，成日俾蛇咬嘅。黐线，我踩死佢添啊！喂喂喂，点啊？系咪出口嚟噶？啊，唔多次出口噃，可以仲恐怖啲添啊！喂喂，等我少少，一入铜钱大放光明。喂喂，坚定流噶？坚定流唔关我哋事啦，我哋又冇铜钱。咁啊系。诶，唔系、啊。呢、這个得唔得啊？唔得，唔试啊！试啊！好。啊！呢堆嘢都几古怪喎，有四副白骨。点睇啊？睇、欸、啊！嗰嚿咩嚟噶？唔知啊！哇哇，咁靓嘅，咁伟嘅，咁靓都话伟，话靓啊！喂，你估我哋可唔可以翻得出去啦？啊，呢、這个要睇天啦、啊！一代大侠龙剑飞葬身于此啊！名唔熟嘅，
呢个就系啊。哦，咩样唔似我老豆嘅？唔系啊嘛。啊，呢盒咩嚟咧？喂，你发落嗰阵时啊，块面系咪变色噶？唔会啊。唉，你老老实实话俾我听啊，你系咪嬲得好紧要啊？唔好啊！你真系好唔妥噶噃，唔自己 happy 啊！如果唔系啊，你做乜口黑面黑啫？黐线吓！哇，咁黑嘅？唔知对手啊！你睇下边个嚟噶？边个嚟噶？系你嚟噶？吓！你知唔知你而家似个神啊？仲笑我似黑面神？唔系啊，系 Michael Jackson 啊！吓！原来呢个世界上有黑人，就系佢啲祖先中咗毒啊！梗系头先啲水蛇有毒啦、啊。咁点啊？啊系啊，古代啲大侠身边啊，多数都有解毒灵丹噶。呢盒喺龙潭身边噶、啊。啊，大还丹啊，啊可能系呢挺啊。攞嚟睇啊！得两本嘢，七旋斩、如来神掌啊。哦，仲有咩嚟噶？唔知啊。可解百毒，倍增功力。吓、啊，冇错系呢种啊。有够啦。你啊就大够。做咩？见到啲解药好开心啊！呢嚿就仙丹，嚟啊！快啲食咗佢啊！能解百毒噶啊！系啊，食啦！系咪兄弟先？系梗噶啦，你食咗先啦。系一人一半。唔得，如果唔系你话我食屎，俾你翻去笑一世。唔得，咁唔系兄弟。哇哇！你黐线，你做乜咬我啊？嗱，而家过咗毒俾你。你一定要食啊，一人一半。你中毒深啲啊，食够大噶咯。我一世人都冇乜做错，最错系识错你个朋友啊。喂，真系得我。真系，越嚟越爆啊！哇，好得好快喎、啊！吓、啊，吓、啊，掂、啊，真系得、啊，发达咯、啊！喂喂喂，你咁硬又硬到咁高啊！哇，唔通我哋有内功？或者系啦，可唔可以攞本嘢学下啦？靓我晒啲香港小姐，嘴嘴先。哎呀，喂喂喂，落翻去先。哦，嘿，你咁琴青噶，你唔怕佢块面有毒啊？喂，咩啊？见唔见到啊？咩啊？佢眨眼啊？唔系啊嘛？是啊，是啊。小蛮，我昏迷了多久？公主啊，我想咬一会儿了。是你们救了我吗？不是，是啊是啊，是我救你们的。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这么怪呀、啊？同样样又那么怪咯。公子，你们讲的不是广东话吗？对呀，他们跟我一样，都是南蛮子，讲的是广东话。你记不记得广东话？哦。喂喂，去边啊？趁天才还没有醒，我们赶快走吧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吓、啊，嗰边嗰个一条藤咁，我哋两个砸出砸死佢啦！你别小看他呀，他是天下邪派第一高手，武功好厉害的。公主，你带着他们先走，我来挡住他。小蛮，小蛮，小心点啊！我们赶快找出口吧。别动了。他在动了，公子，快说掌，打开一个洞口。公子。你吃了大还丹没有？食咗咯。喂，我们打开第二式，我教你练佛笑伽罗。点样练啊？照这本书上面的心法，你运用丹田之气，发出笑声。哇！
笑啊，用力笑。组长，嗨，喂，九妹。哎呀，你这样太儿戏了，你继续的笑，笑得高兴点，照着书上这样笑啊，笑啊，继续笑。对了，用真心的力量笑啊，准备出战。过嚟啊！做咩啊？喂，做咩啊？我撞得好伤啊！天灾前了，我们快走。我哋带你落香港，佢边度揾到啊？香港，香港，香港。那么，我们赶快走吧。我走。喂，快啲行啊！云罗公主，就算你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你。公子啊，点解你支油灯咁得意嘅？哦，改咗名叫电筒，吹得识啊，试下。请问两位公子，而家系咩年份啊？90年咯。喂，试下。公主啊，你睇下呢度啲家具同埋冲凉嘅桶，同我哋一样噶。唔系，呢个攞嚟屙屎噶。屙屎。是啦，90年即是至元几多年？至元几多年啊？啊，几百年啩？几百年，即是一瞓瞓咗几百年。系啊，几百年咯。天蚕中嚟到古墓之前，俾我同小蛮服咗千年人参王，可以增加800年嘅寿命。可能。可能。我唔理你咩可能，亦都唔想知道天蚕系边个，我净系想知道你两个系边个啫。我就系小蛮啦，佢就系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称嘅云罗公主。你哋仲唔下跪？我系查理斯王子啊，我系查理 B 王子啊。查理 B 呢个系我婢女小蛮，佢系南方蛮族人嚟嘅。蛮族乜事讲广东话嘅？诶，话时话。元朝嗰阵时啊，广东系蛮族嚟噶嘛？咁我同你即系南蛮咯。系啊，天蚕系天下第一邪派嘅高手，天蚕脚非常之厉害。佢抢咗高丽千年人心王服下，已有千年寿命。再揾到大合龙剑飞之舞，要攞如来神掌秘笈，我想阻止佢，点知俾佢捉住。嚟到呢度，少林四大神僧终于追到，佢哋同天蚕决斗，同时点中佢嘅死穴。但俾佢耐力震死，佢亦都僵化。临昏迷之前，用天蚕神功将我哋包起嚟。估唔到山中放七日，世上2000年。你哋真系元朝人啊？哇，咁啊罕有动物啦！罕有动物，天蚕为人有仇必报，佢一定会嚟揾我哋，我哋一定要走噶。哦，唔紧要，我哋带你翻香港。你去选康子实得噶，赢咗有冇银两赏噶？你似乎超龄啲噃，佢两个唔超龄都冇用啦，冇身份证都过唔到海关啦。你新嚟噶？佢哋两个阿灿嚟噶嘛？阿灿点嚟佢咪点去咯？嗱，过咗两重铁丝网咧，就喺香港噶啦。一阵再夜啲，等啲阿边哥蛇王嗰阵，我哋就擒过去。不过咧。如果遇到大妈嗰阵就各安天命啦。车咁矮，一跳就跳过啦。喂，肥妹，唔好喺度搞破坏。就算系世运冠军啊，都冇办法跳得过啦。对唔住啊，佢乱讲啫。小姐，你唔使惊，等阵有我照顾你啊嘛。喂，哎呀，你个死蛇头，我谂好搞笑嘛，你唔好咁啦，唔好啦，咁样，站住你啊！站住！别跑！原来啲青梅可以真系咁犀利嘅。
啊，同志啊，我知道我思想上犯咗严重嘅错误，我会深入批判我自己噶啦。放你阿爷啊！小文啊，快啲走啊！仲唔走？走啦！出来，快说，他们是什么人？啊，文文分子啊，文文分子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想不到现在的民运分子逃亡啊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哇，民运分子这么大本领，要不要报告上级，派特异功能的人来抓他们呢？我抓你个老爸！报告上级，有人能这样跳过铁丝网，你夸大敌人实力，不把你调到别大荒接受再教育那才怪呢。就当什么事没发生过。是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嗯，起来，送你去北大荒接受思想再教育。啊，不要拉我了。呢度就是香港啊？听讲呢度系九龙噃。公子啊，全部地方就系得咁大噶咋？哎呦，等下住啊，咪点啊？香港地寸金尺土，屈就下啦。公子啊，公咩子啊？叫我辉哥咪得咯。你肯收留我哋，已经系大恩大德噶啦，我哋仲点敢奢求啊？小曼，小曼，以后公子讲嘅说话，即系我讲嘅说话。你一定要听啊！是公主，知道未啊？冇公子，以后有乜嘢需要小曼做嘅话，即管吩咐啦。诶，乜你滴咗呢两件嘢翻嚟？你呢个淫贼，竟然着啲咁淫亵嘅服装！公主，公主，我哋一定要拉个凌迟处死佢！唔好嘈啊，坐低啊！啊咩啊？过咗半日假咋，要翻工噶，叫你自己睇说明书啊！啲说明书啊，唔系英文就意大利文嚟噶，系咪啊？你话啦，佢两个识唔识睇啊？睇公仔都识啩？啊！黐线噶！嗱，你两个千祈唔好掂啲嘢，等我翻嚟，我一阵要翻工，一翻到嚟我会教晒你点样用呢啲嘢，因为呢啲嘢就好电噶，电啊，明唔明啊？公子啊，我哋自己摸索下，或者可以得窥其中奥秘一二咧。公子啊，我哋公主系宫内嘅女红逢人第一高手嚟嘅，又系真修百味斋主大高手嘅唯一传人，佢做衫煮饭嘅功夫啊，真系独霸天下噶。斌妹，洗啲衫佢。公子啊，乜你哋啲布料好似啲粪便咁臭嘅？唔使做啊，喂，行啦。记住等我翻嚟，千祈唔好乱搞啲嘢啊，知唔知啊？哎呀，我唔记得咗问佢哋条河究竟喺边度喎？咁我点洗衫啊，公主？你仲食得落？今日食咗全世界最大量嘅猫面咯。就算我唔食啊，人哋都要食噶嘛。佢唔识用厨房啲嘢噶，用乜嘢搞到厨房漏煤气噶？成屋煤气，千祈唔好揿钟，揿钟会爆炸。公主啊，佢哋翻嚟啦！唔好俾佢哋入嚟住啊！哦，出去，做咩？翻去先啦，你哋唔入。住噶，你搞成点啊？都要俾我哋入去睇下噶。公主话唔得就唔入得。公主就话我讲嘅嘢，即系佢讲嘅嘢咯。咁又系噃。喂。啊？咩事啊？闩门啊！系。时候。系。哇！冷气、电视都开晒。嗯。哦，哎呀！好食都唔定得口啊！系啊，全部嘅餸都系公主煮俾你哋食嘅。唔系啊嘛，佢识得用厨房啲嘢咩？
公主嚟啦。呢书咪 Yaki 啊，喺边度搵翻嚟噶？冇啊，我照本书自己做啫嘛。你又报咩？用你哋啲窗帘报咯。哇，哦，唔怪你咁熟口面啦、啊。我都整咗件噶，不过唔俾你哋睇住。老老实实啦，你究竟系咪古代人嚟噶？又识睇时装杂志，又识开晒全屋嘅电器，你有冇呃我噶？唔系啊，嗱，你话嗰啲咩意大利文书，我识睇噶。讲大话都几劲磅，唔好话成吉思汗你老豆啊。唔系啊，佢系我曾祖父先啱。我识呢种外国文字咧，系因为有个外国人叫 Marco Polo 嚟过中土，系佢教我嘅。Marco Polo， 马可波罗你师傅？系啊，仲有你诶，塞宾食物商嗰啲面咧，嗱，呢啲系我送俾 Marco Polo 带翻嚟意大利嘅。咩话？意大利粉系中国传过去嘅？唔系嘛？仲有啊，呢、這个烧饼咧都系我哋教佢整嘅。Pizza 即系中国烧饼。宋代咧就有个叫做武松，武松嘅兄长咧就系武大郎，都系卖呢种烧饼嘅。佢话武大郎卖 Pizza， 你信唔信啦？梗系信啦，卖到街边黑噶嘛，而家咪叫 Pizza 黑咯。哇！仲有咁多嘢点食得落啊？以前皇宫开饭百几味添啊！嗯，呢、這个叫咩啊？你食呢个咧就叫做香酥鸭盒子啦。好甜啊！呢条咩嚟噶？天香一品糕系用七种鲜果做成嘅甜品，系我整嘅。哦，呢、這个咩？系辉哥嘅皇室牌香碱。喂，系啦，点会摆喺台度噶？奴婢罪该万死，我用完唔记得拎翻入茅厕啊！识得你冇好过。水冇事啊嘛，水啊，池公子，哎，池大侠啊！不如我着我件新衫出嚟俾你哋睇啊！系啊，哎，费事生眼挑针啊，执翻嚟睇会冲凉先。嗯，底裤去晒边啊？公子，小曼靓唔靓啊？你我件衫系咪好美艳呢？哇！呢条镇仓货你用埋啊？呢条系我亨利送俾我噶，我次次见佢都着翻呢条噶。诶，攞翻嚟，攞晒我啲底裤嚟做件衫啊！攞翻嚟。喂，喂，讲实。正所谓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嘅冰肌玉骨小香似俾你见到。你叫我以后点见人啊？你个样不嬲都唔见得人啦、啊。公主啊，公主，你一定要同小曼做主。请问池公子，你系咪睇过佢肚脐啊？哦，我咪见到个好多老泥嘅肚脐窿咯。公子，小曼十一岁入宫，虽然佢系我嘅婢女，但我同佢情同姊妹，佢自幼守礼。绝对是处子之身，看看手上还有一粒手工纱，如果公子和他真的有肌肤之亲的，我就将小曼许配给你。哇，看看个肚脐就加我执件这样，去山下行个圈就执到呕。公子言下之意即是不要小曼。当然了，小曼你就在公子面前自尽。啊，自尽啊，好好啊。喂喂咩唔揀啊？一定揀！嗰人就杀咗你。哎呀！走啊！
实小曼都唔错嘅。你唔系啊嘛？唉，佢仲有手工沙嘅，去边度揾？好似恐龙咁绝晒种，好嘢嚟噶。你唔系讲真啊嘛？唉，粗粗地冇所谓啦。你知道嘛？古代兴三妻四妾噶嘛，你咪脆脆地娶佢就翻屋企当宾妹咁使咯。就算你出去花天酒地啊，你话 yes 佢永远都唔敢话 no 嘅，系咪啊？真系谂起喎。过嚟，你都唔要我嘅，我要你都得。真嘅？不过以后我叫你行就行，企就企。我叫你洗面唔好洗手，我叫你刷牙唔好啷口。我知道嘅，出嫁从夫，相公。有冇行差踏错话，我就走咗你啊！踏住骨先啦。唔得噶，我哋未成亲系唔可以见面噶。一切从简，立即报到。唔得噶，起码都要揭过下头巾啦。头巾啊嘛。嗯。禮成揼骨，揼啦，咁咪搞掂啦吓。公子，如果唔系得你哋相救，我哋就会长埋喺古墓之中。既然你旷世奇逢，食咗大还丹，有50年功力，我系索性依秘笈教你练成九式如来神掌，以免绝世武功失传。如来神掌共分九式，第一至第八式学成已经可以独步江湖。至于最后一式万佛朝宗，更加是天上地下有武功以来威力最大的一招，相传只是用过三次。第一次是释迦用来打败大魔神，第二次是火云邪神打败三绝掌，第三次就是龙剑飞用来打败天残脚。喂，你们不是听的啊？是啊，我们有听到的。佛啊嘛。佛啊，佛你流堂啊，你究竟有没有心机听的？我听啊，我学噶，学佢发大个。如来神掌包含咗内功、外功、轻功同埋防身真气，学识之后即系学识晒一切嘅武功，所以骨骼同埋根基一定要适合先练到。我啊嗱，你资质老钝，骨骼平常，心浮气躁，最多可以练到七旋斩。冇理由噶，七旋斩我喺山洞都用过啦。你嗰次系误打误撞，仲未叫练成噶，小曼啊。啊你依照秘笈上的修炼方法去那边教你上功。嗯，那边。喂，那我哋点练啊？我而家教你练第一式佛飞西天。咁即系点啊？利顶上颚，气运丹田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将真气运遍全身。你已经学识佛飞西天的内功心法。嗱，而家运用真气由30楼跳落去，就可以九霄云外翱翔天际噶啦。跳落去，唔会有事噶。吓、啊，又会高成咁？真系用我跳落去？嗯，学势一展开，你就有如神龙在天噶啦。喂，老老实实啦，我唔跳落去得唔得啊？我应承过我自己，就算打死我都唔跳落去噶啦。公子。咩啊？你望实我对眼，望实我，你喺我眼度睇到乜嘢？你知唔知我想点啊？想点啊？我想。推你落去啊！佛飞西天啊！啊，好嘢喎！唉，而家冇事啦嘛？系啊，冇事啊！你用佛飞西天飞翻上嚟啊！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喂，好危险噶，你翻翻入去先啦，系咯，系咯。黐线，飞翻上去又跌都唔得，傻嘅。喂，你琴晚学成点啊？学晒前面嗰八掌噶啦。我都学掂晒七旋斩啦。喂，其实而家我哋武功盖世噶啦，点解仲要翻工啫？武功盖世就要打劫银行噶啦咩？做人要脚踏实地，
起码要做埋呢个月先得噶嘛，系嘛？呢个月。的士，的士。喂，的士。系系。哇喂喂喂喂喂喂喂。喂你。用噶。的士。喂喂喂喂。喂，睇个样又要搭专线巴士。喂喂喂喂。喂，你又快嚟停车啦！佛飞西天！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喂！唔知有冇睇错喎？个人跑得快过巴士喎，跑快过巴士啦！乖啊乖啊，唔使惊啊！哎呀，怪事啦！唔怪晒你啦，多得你喎！神经啊，演咩唱啊？你要演咩唱？话我啊！阿 Sir 啊，我唔系话你啊，咩啊？你唔系话我都当你话我噶啦，呢镬嘢扣百五分到啦。唔系嘛，咁要扣分，呢镬嘢真系唔关我事噶。你咁即系屈你个样咁衰啊！我明白你都冇人反对啦。系啊 ，Sir 啊，俾次机会我排出嚟，唔系讲咁多嘢，快啲啊！喂，阿慈，钉数又到啦喎。九哥又嚟啊，我好驚啊，唔好打我啊。咁真係冇钱俾啫，有都唔俾啦，打咗咁多镬，镬镬都咁金。唔紧要，镬镬新鲜，唔係边度夠刺激啊。喂阿辉，由佢哋拉我后楼梯啦，一场兄弟我唔会连累你嘅，由佢哋带我后楼梯打啦，走啦。我哋又去飲茶啦！哇！我做人就最公平噶啦，由而家开始，你打我一拳，我劈你一掌，唔打得唔得啊？唔打得唔得啊？唔打唔得，唔使还钱得唔得啊？诶，唔还钱就得，不过唔打唔得啫。哎呀！哇！你黐线啊？真打？唔打唔得噶嘛？系啊，你唔识听反话噶？你唔知而家有地位中国人讲嘢唔算数嘅咩？斩死你班契弟先得！喂，喂，斩！冻死！迟啲都系嘛？系。我系外围九个大佬外围班，你打我细佬，我要同佢报仇。有胆就即刻去红磡文娱街同我决一死战，我系正衰仔啊！好，呢次仲唔甘？外围班外九，哥嚟咗啦，你有本事就出嚟啦，敢向我挑战？外围班外围九，有几多人啊？一次过出晒嚟啊！所以我次次嚟揾你哋啊！出嚟啊！出嚟啊！哇！喂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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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吓！有冇搞错啊？争钱啫嘛，临时就系佢啦，系佢用妖术打我哋嘅。有冇搞错啊？哇！用黑狗血龙屎尿淋过，用咩妖术都冇用啊！你用屎尿淋我，我斩死你哋！喂！哈哈哈，唔叻啊你，
兄弟们，我斩个妖道。原来你如来神掌仲劲过我啊！咁咪天下无敌？你唔好话，天神仲犀利啊！你傻嘅，天神喺大陆点出嚟啊？保管闲事，我只是教训他，不取他性命已经是手下留情。你只都是气功师，但是同志的功夫似乎特别霸道，而且特意功能中人。你是谁？我叫严真。好家伙，你的样子很辛苦是吗？我睇你咁辛苦啦，几廿年大汗搭细汗。老家伙，你这副老骨头挺不了多久了，你都顶得好耐嘅啫，细侄。大家不要那么辛苦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大家都冇咁辛苦啦。一、二、三，喂，
我们的内功平分秋色，可是我还有一招百年功力的天蚕脚，现在要跟你比试一下。刘师傅，打佢啦！冇错，打佢啊！打条命咩？你哋唔见我起身都冇力嘅咩？你自己执生啦！我哋修道之人以行善为本，唔中意同人争强好胜。以后你中意点样嘅，就随便你啦。好，你不敢跟我打，以后这里就以我为尊。而我就是你们的老大。你话点就点啦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。嗨，你带晒啲仔女废去咗边啊？寻晚你又唔翻嚟瞓，小文揸晒影啊！日日起身未发达，咪澳门搏一搏咯。吓、啊，你澳门嚟啊？成条澳门街俾我轰动晒啊！我琴日喺百家乐台连中廿一口庄啊！咁咪发达走啦！诶、哎，咩啊？又今朝连输廿二有下呢？吓、啊，通常啲结局都系咁嘅，吓、啊。有冇同人讲嘢住得唔得啊？喂，咁你制作费同埋冇私钱咁点啊？冇晒啊？叫佢哋挨一二气得唔得啊？你去讲啦、啊。诶、哎，你睇一个说服力嘅成功人士点样说服群众？嗱，冇事得未？得咗。喂，做得未啊？搞掂晒啦。camera 得未啊 ？OK。OK。所有人准备。Roll camera。Rolling。Action。乜系佢两个自己做啊？唔系点啊？又几好喎、啊。如来神掌，冲天江湖，武林至尊，哇！看今朝，我哋过嚟帮持哥收威呀！你哋扮收威呀，知唔知啊？喂，收威呀！傻噶，仲唔帮持哥手 cut 咗啲威呀佢？威呀嘅，冇威呀嘅。冇威呀！真系冇喎！你傻噶？啲咩嚟噶？啊！呢啲咩嚟噶？嚟嚟嚟嚟嚟！咩嚟噶？卡啦！哇！呢度啊！有冇搞掂啦？啊！啊！我走。做咩？走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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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骨，我的骨！大侠看宝宝，双方通关。哎呀！做我哋大侠嘅，通常都会消耗体力，所以每次练完功之后，我一定会食大侠汉堡包。各路大英雄，食大侠汉堡包，读书精神，考试唔使出猫。大侠也要吃汉堡包？念到啦，念到啦，叻仔喎！大侠爱食汉堡包，纯正牛肉冇奶猫，香港市民添口福，食完会乱大交。大侠爱，死啦！我唔记得咗，可唔可以俾多次机会啊？好啦，俾次机会你啦。大侠原来是秘密帮会，买点心也要说爱。食完会乱大交。算啦，唔该哥哥。到你。大侠爱食汉堡包。大侠爱食黑妈妈，神经牛肉冇奶妈，香港市民天口福，誓言唔会乱打交。因为只有万佛朝宗只可以克制到天残脚，只要冇人可以悟出万佛朝宗，就冇人可以打败佢。唔系嘛？你哋嘅时代系啫，我哋嘅时代就唔同啦。我哋有好多武器啊，有子弹啊、飞弹啊、原子弹啊、氢气弹啊。几好武功都冇用噶嘛？
你话嗰啲西洋武器啊？系。佢一对天蚕手套可以抵挡得住噶。喺边度买噶？永安百货啊？真噶，唔系讲笑噶。喂，我老豆咪打电话嚟。唔觉啊。打嚟千祈唔好话喺度啊，咪又度水咋？我知你啊。咁佢问你攞钱都好应该啫。诶、哎，我老豆冇人性噶，难赌难滚难口难打交，我学得个三成咋。咁佢咪人咯？系唔系人？系作家。佢老豆写小说嘅，古蛇，虎头蛇尾嘅蛇，似唔似啊？喂，佢只手插落你个袋度做咩啊？未趁影相嘅时候，我袋揞咗3000啦。大侠在这，哈巴巴，你不是大侠。睡觉。哇，灭侠！哇！天蚕好犀利噶，你小心啲啊！你话佢就系天蚕。好小子，居然学会了如来神掌。喂，你好走咯，如果唔系咧，我就你想怎么样？喂，你唔好话报警咁老土啊！我就系谂住咁讲咯。喂，唔好啊！欸、我来。云罗公主，我爱你爱了700了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感动啊？天蚕，你死一条心罢了。你死一条心啦！哼，我知道你爱上了这小子，我要杀了他。你不怕万佛朝宗吗？系啊，你已经领悟了万佛朝宗没有、啊嗯？哎呀，乜你做乜托我啊？我系未识啊嘛，我冇理由呃佢话识噶。哇！拆楼啊，上面！紧要啊，我哋搬我啲城就得咯。都叫你唔好买呢层楼噶啦，你都知呢层楼冇。啦！似你啊，偷工减料，抵佢俾人绑票噶衰人啦！你冇咁，唔系咁讲，点讲啊？其实层楼咪几好，间间有私啫。你睇下梦墙几实净啊！啊！哇！边只僵尸你都有嘅？吓！喂！天蚕有冇咁过分？嘿，唔紧要，呢唔关女人事，我哋男人嚟。行开先啦，行开先啦。出埋，我帮你唔到。行开啦，佛都有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火，天蚕发火，非同小可。哇！好彩仲有啲，点我嚟帮你？快！唔好发火，嬲翻件衫先。啊！你睇我先。好啦。
你真系毒啊！你点中佢哋嘅笑穴？一个时辰之内就会笑死。与我为敌的极少数，极少数人一定要死。我是说，一定要受到公平而宽大的处罚。废话。云罗公主，我是真心的爱你的，就算再等七百年，我也要得到你啊！我不要你啊！阿慈啊，快点攞架撑帮手啦！开大片啦！龙之人飞，哎呀！啊、龙大侠，阿慈喺嗰边啊！我唔系龙大侠，我系古大侠。咁重啊！扫把都得，不要用你师父火云邪神古幻魂的名头来吓我。我知道你是龙剑飞，嗨！哎，我都话唔系龙大侠啦、啊。喂，乜你两个笑到唔收得声噶？嚟，帮手立架撑，打楼下咁的士佬。哎，连龙大侠也要用兵器，敌人是何方高手，这么厉害？哎，佢哋咁多人，我啊得一个，梗系俾佢哋抛窒啦。佢话自己系武功盖世嘅天残脚啦。唔系你讲乜嘢啊？你唔好问咁多啦。佢喺青山出嚟噶，佢当咗你大侠龙剑飞啊！真系癫得咁文蠢，佢黐住你噶，所以你啊乱咁斩噶，你同我顶到尾啊！好，算你有眼光。本来我已经隐姓埋名唔理江湖嘅事啦，既然俾你认出咗，我啊同楼下嗰班车夫杀气，但系我唔想暴露真正嘅身份。嗱，你最好帮我打发佢哋扯。系啊，难得龙大侠开口。这个忙我一定帮，我的天禅神功就要练到第九层。龙大侠请放心，任何高手我都不怕。何方小辈竟敢冒犯龙大侠？哎呀，死老爷，把我表叔来吓我啊！气大上，这个碎功未算，哎，拜，万佛！龙大侠果然厉害，什么讲？你又要出到天残脚，我讲咗三个字啫，就吓到佢哋走唔切啦。哼！我同阿慈去对付天残，你又即刻抱云罗走。哇！黑家使乜咁大力嘅？天禅啊，我哋唔可以喺咁多人面前公开我哋惊世骇俗嘅武功。龙大侠果然有见地，你认为该当如何呢？在下认为，不如上楼先倾啦。好。龙大侠，我一定要找回云罗公主。啊，
天殘，你太落後啦！你知唔知點解我全中國咁多地方都唔去，偏偏要留喺香港啊？為什麼？就因為呢笪地方美女如雲，好似雲羅啲咁嘅女仔啊，通街都係啦。唔信？睇下。你们两个马上把所有美女通通抢回来。哎，这个年代找女仔不用抢的了，只要你有钱就会走买你的了，还要给心机找钱。好好主意。那他都说好主意啊。明天你们两个跟我去钱庄抢三万两黄金回来。好不得啊。不去就毙了你们。你就捉虫。对，更好主意就是叫你们抓虫。哼，把这个给我吃下去。我们军捉虫啊。废话。吃它。喂，咩虫嚟㗎？这一条叫天蚕虫，你吃了以后如果想开溜，我只要敲你个锅。没打。你马上会肠穿肚烂而死。你都我都想。哎呦，怎么搞得用完了小虫了？啊，好啊好啊好啊，有鲜有靓啊。啊，你走运了，我还有一条大的蚕后啊。啲青年人真系世风日下，为咗贪生怕死，居然认我做老豆都肯制，吔啦！吃他！龙大侠，明天我们一起去钱庄，好吗？好啦，由听日起我要闭关十年，苦练如来神掌第十式。喺呢十年内，我武林至尊呢个名衔由你代住先。龙大侠，刚才所言是否当真？当真，我哋大合辈一言九鼎，后会有期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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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呢间最大噶啦，系啊，呢间最大噶啦。好，那你们两个去抢三万两回来。吓真啊！哼，你们不去就毙了你们。走。喂，咁点算啊？执生啦。我哋唔使打劫噶，里头有我哋嘅内奸啊。系啊，嚟啫。嗱，呢张就内奸卡啦。啊，嚟。行开，行开，行开。睇住咧，系，你系武功出色啦，唔算系武功合将人，俾人打到两头突，刮过两把巨咒云，俾钱，咁啊攞到钱啦，系咪啊？小老弟，真有一手，哎，你过奖啦，好，你们两人开，让我来试一试。提亚武功出修良，修了武功合成人，便打了两头疼，刮哭两把魁奏丸。给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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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不给钱是吧？好，等我抓你出来看你是什么样子。
哎，怎么没人啊？这小子轻功不错，跑得真快啊。哎，佢托住咁大部机，实追唔到我哋就走啦。喂，你点啊？哎呀！我哋而家点算好啊？快啲翻去揾佢啊！唔系死梗啊！系啊！得啦，得啦，我自己搞掂啦，唔使啦。回来啦！为什么要逃走？你而家咁做系犯法噶？犯法？我武功盖世，犯什么法？我最大，港督最大。什么港督？咪即系你知府咯。好，你们俩带我去。等我宰了他，港督由我来做。啊，咁点啊？去啦！好，快点！老婆啊，嗰晚我做英语粤剧，精唔精彩啊？听到我耳都痕晒啦，巴闭。走。佢系边个？他就是港督啊。我是港督。是啊。啊，你看他着官服的样子啊。果然是朝廷命官。嗨。妈咪啊。苗疆七色叫蓝面妖女。哎呀哎呀，小心你阴包公啊。啊。大佬啊，大佬啊，你手下留情啊！你夹我上车又好，点都好，总之千祈唔好杀我啊！你入我魔教，奉我为主，如有违教规，生子世世为贼，生女代代为娼。佢话如果有违教规咧，生仔就做黑社会，生女就做哥哥哥，益你啊，两反有钱揾啊！咦？哈喽 B 放创新意无可当的感觉哇！大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而家真系当你自己港督咁点啊？打电话报警啦！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你干什么？通话？什么通话呀？跟龙大侠讲话啦。讲话？龙大侠就闭关啦。啊，就系闭关好闷咁同佢通话咯。喂，喂，龙大侠啊，我哋喺山顶度十八号等紧你啊，你明噶啦，等紧你啊。唉，唔好预我啦，仔，你自己执生啦。吓，你好挂住天蚕啊？我带佢嚟揾你啊。唉，千祈唔好啊。嚟，你唔好唔嚟啊。唔系第日你摊大如来神掌同我度水嗰阵时，我唔会醒你噶。你唔好杀鸡取卵咁无良啊！记住、啊。唉，我至多帮你报警啦。哦，咁我等你啦，等你啊。龙大侠又嚟啊！唉，一齐嚟 happy 啊嘛。happy。高林总裁，我哋已经到咗山顶道十八号。入面嘅人听住，你哋已经被包围，你哋系绝对冇机会逃走噶啦。
快啲放低你哋嘅武器，释放所有嘅人质，出嚟投降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哋喺度啊。我哋肚里边都有天蚕喺度，你唔好走啊！你唔好累街坊啊，得唔得啊？大姑啊，唔好大姑，唔好大姑，我哋唔走。This is the last warning。如果你哋喺五秒钟之内做唔出嚟投降嘅，我哋就使用武力。5, 4, 3, 2, 1, go。Commander calling you to be. Answer me. Answer me. 靠边，不能创生意。而家继续报道，目前估计喺屋内嘅恐怖分子有40人，佢哋系配备极度现代化嘅武器。警方目前唔排除抽调英军增援嘅可能性。山东嘅兴奋刺激，今旧未有一个异浪。共享者伴随去，轻松领略卡罗比异浪。卡罗比异浪，立得有推事。小姐，你唔得啊！我哋嘅男朋友困喺屋入边啊，唔该俾我哋入去啦。危险噶，你出翻先啦。俾我入去啦。好犀利噶，你哋唔够佢打噶啦，咪躲开。小姐，小姐，咩事啊？我哋冇恶意噶，嗰个人系武林高手，佢有对天蚕手套，连子弹都唔怕噶。小姐啊，你而家睇下电视多啦，讲认真。啊，就系前面呢两位。你又系边个啊？我哋系新华社嘅，元真先生佢系特异功能表演团嘅团长，佢怀疑里边嘅狂徒系佢哋其中一个团员。佢嘅团员？冇可能嘅，我哋咁多人入去，全部都翻唔到出嚟。入面起码有40-50个训练精锐的恐怖分子在这里。你别真激死。Sir, 出来弹准备好了。射去。是。哇，这么危险，这样不行的。可以掟翻啲催泪弹出嚟，最衰都系你啊！我老公喺入边有咩事，为你试问啊！两位小姐，请问你哋点会知道入边嗰个人嘅真正身份？喂，你唔好理咁多啦，我哋谂办法救人先啦。我系轻功，可以混入去而天蚕发觉嘅，我入去睇下，然后再谂办法。轻功 ，My God！几个飞虎队同我哋都吞晒啲天蚕啊！佢一打鼓，我哋就瞓低晒噶。佢睇紧电视啊？系啊，佢简直系疯狂电视迷啊！睇咗10几个钟头，鬼唔望睇死佢啊！这个婆娘是谁啊？这么丑啊！哎呀，佢睇到啦，快啲走！我走先。想走？喺度睇电视，有咩人出现喺电视，佢一定会睇，而且睇到唔眨眼嘅。周润发、刘晓庆，唔系啊，周润发系我。只要我一出现喺电视，佢一定会睇。啊，云罗，天蚕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你而家望实我嘅表，我数一、二、
三，你将会好攰，你将会好眼瞓，瞓啦，瞓啦。身啦，走啦，走啦！唔走得啊？咩啊？我个肚有天蚕啊！唔怕啦，走啦！喂，大王啊，有人想偷走啊！佢想偷走啊！贱妇，竟敢用迷魂大法！我去！喂，走啦！唔使惊，唔使乱，喂，你唔好留通噶。佢个鼓喺我度。咁咪走得啦，走啦，系走啦，走啦，走，喂，你咁快收门，系我，我，你敢跟我作对？没有啊，我，别走，天蚕娘，严师傅，你想下办法救佢啦。佢中嘅脚力实在太重，一般医疗方法系救佢唔到。唯一个办法救佢嘅就系我哋特异功能里边有一种功能叫做转移，可以将佢嘅脚力转移俾我哋四人分担。以我哋嘅功力，每人分担四分之一，大概可以顶得顺。但系，在运功的时候，大家的背心命门穴是不可以有衣服阻隔，以免妨碍真气流动。哎，严师傅啊，我功力最浅嘛，咁梗系排第尾啦。万一你顶得上的话，咪唔轮到我咯。师傅在上，弟子叩见。师傅一定要教我转移大法，等我将人啲钱转晒我袋里面。我都好想啊，不过我都未研究成功。中国嘅内功就系靠每日打坐，强化自己呼吸功能，将分解食物能量功能提高到十倍，甚至一百倍，发挥出嚟嘅力量。当然比一般人高，但是亦只限于本身力量。我哋嘅特异功能就唔同啦。咁有咩唔同啊？人类系充满能量嘅灵长类生物，根据爱因斯坦物质不灭定律，人死咗一定会有能量留低。呢啲残余能量最多嘅地方就系坟场。哇！咁啲猪死有冇能量留低啊？有都俾你食晒啦。如果唔系，你边有咁多精力喺度喷口水啊？呢排见你餐餐食猪肉，就嚟系蠢嗰只猪噶啦！哇，乜你餐餐夹住我食餸噶？唔得啊！我哋嘅特异功能就系唔使靠食物嘅氧化作用，透过特殊途径用脑功能引起生物同步共振，将外界嘅游离力量引为己用。睇住啊！阿妈咪真声咪啦，不是？
亚妈暗比真是米了不是狠。吸星大法是什么能量吸得的？那又不是，有些能量是不散的，通常一般人就叫他做鬼。你讲啊，我叫你出来给你看看，你不信是吧？看出来买呀阿扎马斯。做鬼都做得你咁招积，耶耶！咁我斩到你鬼都冇得做，哇！哎呀呀呀！你死未？我就做得到。哎呀！冇事啊嘛，阿辉，你唯一能够对付天尘嘅武功，就只有如来神掌第九式嘅万佛朝宗。但系当年火云邪神过咗60年功力俾龙剑飞，同时佢又食咗万年火龟，增加咗100年功力，合共160年。而你只是吃了半粒过期大还丹，得25年功力已经够运了，但是七除八扣可能得回10多年，能够练成八式都已经问晒遍，唯一办法只有吸收外界的功能。那有什么秘诀先可以吸到这些外界功能？我教你一句咒语，也慢别真是米拉巴斯，再加上你的如来神掌第九式的心法应该有效。哇，咁顺嘅嘢我都学啊！你唔得，都话你骨骼曳啦，你用餐餐食猪肉，猪鬼上身都有份啊！系啦，严师傅啊，你嘅意思系咪学咗咒语之后就可以使得出万佛朝宗嘅威力啊？理论上咧系绝对冇问题嘅，实际上真正打起上嚟咧，咁就点啊？咁就断股咯！吓，搞咗成晚断股啊！收声啊！天蚕就快到了，大家小心戒备。小埋，咩啫？我有说话喺心里面谂咗好耐，但我一直冇勇气讲出嚟。你想讲乜嘢，咪即管讲咯，冇人笑你嘅。我惊我而家唔讲，就冇机会讲。你想讲咪讲咯。我想先走先，唔得。辉，严师傅嗰啲咒语你运用纯熟未啊？啱吸咗啲游离能量入去，而家成个人精神晒。咁我又吸啦。
吸你个头啊，跟住鬼上身啊！哦，天蚕嚟啦！大家记住，无论发生咩事都唔好出嚟啊！吓，知唔知啊？你只系一句。打赢天蚕之后就即刻同你结婚。你唔嫌我大过你咩？你大过我，你几多岁啊？768岁。系咁，打完之后先再讲。天蚕叫！一个，翻翻无边啊！啊！哼！哈！嘿！亚马逊变成米拉巴蒂。你练了什么了不起的功夫，原来就这两下子，你难不难为情啊？混混混球嗨嗨嗨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鬼也做不成，去死吧！哎，喂，哎，
走啊，扶佢上车。阿 Sir， 我哋想同个 friend 嗲两句。一阵间好咯。好啊，唔该。谢谢。天祥大哥啊，我哋嚟送行噶，呢啲卡洛 B 同埋汉堡包系送俾你做干粮噶。谢谢。你保重啦，小老弟，你对我真好啊，我不会忘记你的，有机会我会回来找你。哎，唔好遇我啊！如来神掌重现江湖，武林至尊还看今朝。出飞镖，飞箭身轻如烟若仙。将夫士尊严观点更新鲜，练功若有成，你增添气焰名利，幸福会自然兑现。有经世，有多体缘，学几招必可处世头脑练剑。常发现你活在前人后面。